新兵看到一把上古的小刀，倒灶的急忙过去捡，突然脚下传来哭哧一声，万幸踩到了地雷。老兵二话不说过来查看，果不其然中了大奖，赶紧招呼同伴退后10000米，因为这是颗反坦克地雷，一旦爆炸方圆百里鸡犬不留。走吧，你个발을뛰는동시에내가먼저알았지너안터지면둘중에하나겠지。老兵开始蓄力准备接雷，하나둘。然而当他数到20，新兵过于激动，提前1秒摔耙子跑路，把大家吓得盆腔炎都犯了，全部趴在地上默念阿弥陀佛，只留胆战心惊的老兵一脸懵逼的在风中凌乱。哎，给谁敢踩他们点你。崩溃的怂哥瞬间上头，立刻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经过一阵丧心病狂的踩踏，地雷却没有爆炸。原来老兵早知道这是颗哑弹，只是想考验一下新兵胆量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性往往经不起考验。我信你个鬼，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压死啊你。